主題還同救災有連係咯，我覺得幾好咯，因為電影界啲人今年做咗好多嘢，無論係國內、香港或者台灣，所以今晚個主題應該係非常好。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我們還需要更加努力，拍更多好的電影，觀眾喜愛的電影。上海電影節，你覺得相比於其他電影節，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希望电影节越办越好，因为郭晶性让它办得更加好。大家热过，大家加油！我饰演了隔壁母亲的演员刘佳、严炳烨，您饰演了爱情呼叫转移等电影的青年演员。非常的好，非常的合适，大家的心情是我们希望能够化悲痛为力量，然后团结一心，重建我们的家园。 在现在就是这次灾区之后，您觉得作为一个在国外的一个中国人，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在国外都非常关注这个这次地震以及地震以后我们的国家领导和各个阶层的这个就是朋友们大家一起怎么就是关注这个地震以后的一系列的情况，所以我们很关注，而且很关心。 希望大家坚强，所有人都很关心。来自中国电影节协会执行董事长王迪燕，还有天山电影厂厂长张艺刚，江西电影厂副厂长张振平。赵石女士，一年里奥林匹克点燃了我们几乎所有的。 Film transports people to a different level and a different world. Let us also celebrate. 掌声的鼓励，来！再次把热烈掌声送给我们的评审，谢谢你们！电影的杰出成就奖。 职责，青演员，我觉得在艺术成就上，我还有很多的、很长的一条路要。所有人，对我。我提议啊，我们全场的。